少年无畏，优酸乳为你打气加油。本节目由24年国民潮饮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上 T 三输入说唱口令，立享专属打车红包。本节目由 T 三出行联合特约播出。少年说唱企划第一次小考正式开始。我没有退伍，我就是想而已。今天这个小考吧，我直接帅爆全场了。Shy Guy 今天是个 rap star， 那这个 Kiso 你今天是个 superstar。谢谢老师，我已经可以设想你们这样的表演在万人体育馆的样子。我必须老实讲，这两组表演在我这边是完全不行。就这两个表演，厂牌做巡演，我就把这你们这两个表演从巡演的节目单里面划掉。今天没有把这首歌完整的表现给大家是我的问题。我的队友也是把最出彩的一段留给了我，我觉得我没有把它撑起来。我必须要把我的分分给小主任肉你，我不管你们答不答应，如果不答应我就不要这个分，因为我觉得我不配。宁愿现在对你严格，也不愿意到时候那些外人对你指指点点。今天我们就关起门来教训他们，然后不让外人欺负他们。我一看到这五个人真的就是爷青回，是那年夏天的感觉又回来了。有请企划专员周震南带来他的首秀舞台。对，因为是从团里出来的第一个个人的舞台，也是第一次用音乐的方式跟学员们见面，所以我会比较兴奋。少年无畏，优酸乳为你打气加油。本节目由24年国民潮饮优酸乳独家冠名播出。上 T 三输入说唱口令，立享专属打车红包。本节目由 T 三出行联合特约播出，挑新潮好物无需 battle， 逛京东超市乐享 campo。本节目由京东行业赞助播出，感谢年轻潮流的乐宝啤酒大力支持。乐宝拉开，放开玩就现在 ，Why not？ 说唱风暴之音就在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少年无畏，上 Four Try 够青春。每周六晚9点，看说唱少年加载中，会员专享精彩未播，来随 CLAP 及说唱盲盒独家视频语音小卡等你解锁，点击弹幕并回复参与押韵，押韵高手们来玩弹幕押，节目专属爆款 beat 限时特惠，快来 beat 字 beat home， 上微博参与少年说唱企划微博任务解锁惊喜，上微博搜索少年说唱企划测试你的说唱等级。有请企划专员周震南。是从团里出来的第一个个人的舞台，也是第一次用音乐的方式跟学员们见面，所以我会比较兴奋。Cross the stone, now I'm feeling bad. 少年 bang bang, we were through the fire. It's never gonna stop like Killmonger. I'm not starting right now, all you cowards. A new king, his king, their king, then I'm the king killer. Destroying, trampling, burning, think outside Killmonger. Hunting, studying, starving, gun the glass, 星星 those hunting is coming, keep running. 手里打开，就不可能停止呢。能停止呢。听见你们那些无理把戏，看到我们之后感觉他们现在你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吗？照镜子呢？看上海大浪跑到我们这里，趁我只能站个脸，我现在这么清楚了吧？下班走路都要快点藏起来。老师真的来了，故事你听过没？准备好衣服，我们的招数没？把门打开，你听见没？快把那王冠给我，不要脸脏
是不他了，真的忘记在这不晓得的两个。哎，有人说我不配随便你，反正我这注时间放着注意我全体。 I gotta hold on gang gang， 抢过你不止一点点，麻烦都给我在原点，要不然结果很惨面。错过爱的错过难度，现在要做一个 rapper， 所有选择都是对的。二十一岁，人生 always win。Thank you for walking my shoes。全部都给我闭上嘴，听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我们才能把的规则反省。天生随性，随意疯子一般，把他们 stay in low key 跑遍，随你保持自信。我这不多长久的发型，感觉还能加点力来。你不觉得有点大意来？你好像都是原因，我不想解释，让他们清醒。就带着爱欲和不谦逊来。他们说的对，他们说的对，我真的不会，也知道想跟他们去配对。他们说的对，他们说的对，想把我击溃，还是让我快点让位。Sorry, I cannot obey。电视这个事情我从来都学不会。Yeah. Cross the stone, now I'm feeling bad。上涅槃般 ，We will through the fire。It's never gonna stop like Killmonger。I'm starting right now。All you cowards, cross the stone, now I'm feeling bad。 上涅槃般 we will through the fire。 It's never gonna stop like Killmonger。 I'm starting right now, all you cowards。 Hey, yo, I don't need your crown, boy。 哇，这个好帅啊，这个黄光也扔了。谢谢。因为我们也变得可以唱了，而且他一直在唱跳，周志然太帅了，而且很稳。我是进去了，我把他进去了，我也进去了。周志然开始很疯狂，很 swag。然后最后把那个皇冠扔的时候，真的哦，非常视觉震撼。台风特别好，而且特别有张力，表现力、感染力都特别强，而且各种小设计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从这边动到那边都不会影响到他的气息，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点。他就给我感觉像一个真正的 rap star。小朋友，萌哒哒的小朋友好厉害，也不怯场。狗哥，狗哥，狗哥，看到狗哥了。有请说唱文化总监 MC Hot Dog热狗。这是第一次表演这首歌，就献给少年说唱的机构，因为歌都还没发行嘛，从来没有表演过，第一次表演，所以就是也有一点担心说歌词啊各方面不太熟，不过应该还好啦，专业的在这边应该是不会出什么错这样。他的美都让人屏息，像加勒比海带点神秘。他说像比你，他可能住在娃娃机白色盗版的米，企业可能住在实验室是不能说的秘密。老鼠是白的，那猫是黑的，还不快把他给摆了。各位猫是黑的，都说猫捉老鼠，他围着跑到谁是猫。鸡飞狗在跳的时候还得意自以为是鸟，自以为是稀有动物，其实满街都是，都快被老板爱了，还在那里感谢同志。这里不是迪士尼，别念个老鼠的诗，别人的老鼠找不完的那个什么意思。哈，白老鼠
这个想法太拉土，就算天竺鼠特色里面也有坏老鼠，一粒屎坏一锅粥，也请你快熬煮，错过粮食的食物链，这只大老虎。小老鼠上根打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不来，他叽里咕噜滚，叽里咕噜滚滚。小老鼠上灯塔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不来，他叽里咕噜滚，叽里咕噜滚。每只老鼠都有自己的名字，才有使命子，总会发光拼过又拼死，才会吃金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有的开瓶屎。老鼠爱大米，就像成本追求 CP 屎。他不知道，他怎么可能吃到？似懂又非懂，只知道智商只知道。他身上的香到底是从哪里制造？爬上了灯塔，他终于学会了思考。鼠来跑，脏也可能带来诅咒，他忘了自己是老鼠，所以也忘了苦痛。心还是不禁的像没人咬的琥珀。会在乎老鼠，所以人们只是路过。可怜的老鼠，任谁就不要我，因为去了远方，也只是换个草丛。我是谁重要吗？你也救不了我。告诉我去灯塔的路，我带你一起好过。啊，小老鼠上灯塔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不来，他叽里咕噜滚，叽里咕噜滚滚。小老鼠上灯塔偷油吃，下不来叫妈妈妈不来，他叽里咕噜滚，叽里咕噜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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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狗哥他这首歌甚至都没有垫 backup， 就是完全用他自己现场唱的那个声音把整个舞台给撑了起来，真的就是很纯正的说唱，不愧是 OG。 狗哥就是 punchline 嘛，他的歌词写的让人就是感觉头皮发麻，怎么能写出这么厉害的歌词呢？有请音乐总监李荣浩。我们这次可能搞得不一样的吧，就是安静一点，可以让他们沉浸下来，让他好好的就听听歌词啊，听听歌，也比较轻松。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今年所有的学员哈，你们可以回头跟我看同一个提词机。接下来这首歌，这个叫《贫穷或富有》。想法有好有坏，有笨有傻、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坦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
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想法只是个想法，有好有坏，有笨有傻。啊，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看起来不伟大，却要善良。要尝过时间给过的挫败，才能够变得坦然。都是这么想，这么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想这么想，可以微笑着自弹自唱，保持勇敢。也许有一天能遇上几个能说话的伴，贫穷的，富有的。浩哥就我觉得非常有那种让人能沉浸歌里的感觉，就觉得很骄傲，但自己也想让他骄傲，就是得对得起他给我的这个指头面。刘浩老师的歌现场来说的话，你就仿佛就是直接在听 CD 一样，而且歌词很能发人深省，让人有思考欲望的一首歌。哎，又加鼓了！哎，又上一个鼓了，怎么乐器越来越多了？哇，这满编乐队来了！有请 AMR 市场总监潘玮柏。这首歌曲叫《唯我至上》，至上就是最高嘛。希望他们会喜欢我这首歌曲，然后可以在这边找到一个 all the way up 向上的感觉。
stand up 心中的有病说非的料理 Pinnivania, you know what's up 长了圈也take a song down 无止境的水平和表当然那些大风吞了那些巨浪最后证明你在乎我的可笑 I'm all the way up, yeah, 为我自杀几个人更是 stand up 心中的有病说非的料理 Pinnivania, you know what's up I'm all the way up, part of me, 对不起我曾经太客气说恩怨今天的压倒气这火力不灵却妙着你别矫情生存又是慢慢的起不灵苏联在你的智商看看你那微弱的能量不做不是懂得的情商现实会让你们受伤当然不止 I'm nearly It's boy talk about a billy 这个社会的洗礼还有跟我学习让他唱横着脾气 Never like all rap 40 这是曾经 bling bling holy holy 那是真的天使为你放过你但是带你这样天使空让你重生的逻辑还会一个天亮开始不敢面带着大场面 I got the mission, I got the moves I got the credit and I got the crews You ain't got nothing, you live like I'm too 天真单纯 Behold, please 心中的阴影说非的料理 Pinnivania, you know what's up 挡了那些大风吞了那些巨浪最后证明你在乎我的可笑 I'm all the way up, yeah 为我自伤几个人开始 stand up 心中的阴影说非的料理 Pinnivania, you know what's up I'm all the way up, yeah All the way up I'm all the way up, yeah We want to stop I'm all the way up, yeah All the way up I'm all the way up, yeah We want to stop I'm all the way up, yeah 从无到有 fly high 自己忘身我对别人早就傲慢 No lies 可是世界变得身材只能离开人们之间口味加班 Every day 我拼搏跟着 wanna be 你的人品不一个 wanna be 天上 is the place that I wanna be 吸走你的氧气你选个地址去天地之间依然像昨天换了一年前我人生努力的结果就是废了如果你用心追着这个烧烫无止境的血脸和表到了那些大风吞了那些巨浪最后证明你是我的可笑 I'm all the way up 天为我自伤几个人更是 stand up 心中装的阴影说完废了老脸拼命奋斗出来跳起来 All the way up All the way up I'm all the way up 天为我自伤 I'm all the way up 天 All the way up I'm all the way up, yeah, we want to shine, we want to, we want to shine I'm all the way up 所有朋友们跳起来 I'm all the way up, yeah, all the way, all the way up Yeah, we want to shine, I'm all the way up All the way, all the way up, I'm all the way up Yeah, we want to shine, we want to, we want to shine I'm all the way up喝水，我爱你。潘帅，他相比于之前的他，我感觉又提高了一个层次，在更厉害了。潘帅那首歌，现场乐队带来的那种震撼，跟放伴奏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再结合上他的，就是很稳定的演唱，又很炸、很燃的输出，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殿堂级的表演。无可挑剔，那么帅呀，潘帅，爆炸脑袋空白。小老鼠上灯台，你就觉得潘帅今年的挺强的？我知道，都很帅，都很帅，对对，都很帅，真的是，这个是真的。周震南那个太，周震南那个太帅了。我周震南那个，周震南那个绝了，而且你不觉得潘帅也跟去以往都不一样了？第一次看潘帅台上，这个太炫了。来考用三种武器，打气加油。有请爱奇艺自制优酸乳少年说唱计划爆舞团。墨镜四大天王，墨镜天团。Cool. 少年无畏，打气加油，唱不停。欢迎各位来到爱奇艺自制优酸乳少年说唱企划第一轮公演的现场，欢迎。我是 BK Store 的厂牌主理人车车，今天的主角是在我们 BK Store 已经接受了一个月培训的说唱新人。
他们能不能得到专业的说唱导师团的认可，就要看他们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嗨，加油加油！嗨。下面我来宣布本轮公演具体规则：说唱新人两两组队完成合作舞台，表演结束后由说唱导师团对他们的公演表现进行评价。结合一公与 BK Store 基地的日常考核成绩，同时获得两个合格的说唱新人视为直接晋级，都没得到合格的说唱新人将直接离开这个舞台，获得一个合格一个不合格的说唱新人视为待定，待定的说唱新人由我们 BOSS 团决定他们的去留。哇哦！公演前看了几位BOSS 团的演出嘛，其实有一个想法，我不能比他差。对，我觉得我肯定平时成绩能 yes， 二十个没有拿的里边，我应该是占最多的。还是挺担心的呀，就你说还有那种就是小考又赢了，然后上课又很认真，然后又疯狂拿章的那种人。那种肯定在最前面。对呀、啊，就那不是你的竞争对手呀。那我竞争对手谁？你竞争的对手就是那些小考赢了又不去上课的那些。但他们本来就是排在后面的嘛，我应该往前走噻，是吧？是这样的，对。有请爱奇艺自制优酸乳少年说唱计划说唱导师团。刘色，这里是不只有一席地，开口让你记笔记，像城市里的 CBD， 是你知道的 TZT。欢迎你来到 CSC， 圣宇。哎 ，What's up？ 我是来自 CSC 的圣宇，以前我用的名字叫大傻。谁呀？记住我，今天我是来帮这帮盛开的花朵放飞自我，去宇宙中飘扬。不押韵。哎呦，这里是娃娃，中文说唱界的嘎嘎。有点东西啊。我今天呢是来紧盯他们的舞台表现的，所以我的尖叫准备好了，你们的舞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台 ，A.K.A. 王三货，重要的是 More That Girl， Shout out to CDC。在我看来，其实决定你上线的不是你的天赋，而是你对音乐的态度。所以朋友们 ，Show me what you got。哎，眼镜 ，Sir。哎，大家好，我是盖。今天来这里呢，就想看一下他们说的下一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今年盖哥很温柔啊，去年很严格。我不知道。在 holding room 里的你们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是很激动还是更紧张了？在你们的舞台开始之前，我就一句话吧，别给我们丢人好吗？谢谢。他像咱爹一样，你不觉得车老像咱爹一样？希望每一组的表现都是足够好的，这个是送你们出社会之前的一次实战考核啊。我想跟说唱导师团说，哎，算了，随便吧。他们想让他们手下留情，但发现手下留情也不对，就这样吧。有请第一组说唱新人。先不得，先不得，来来来，输赢了。嘘嘘。阿斯巴甜，李宗泽。老大加油！大佬，很期待你们的演出。大喜我，大喜我。我去了啊。阿斯巴甜 ，Soda 李宗泽，请看你们的日常考核成绩。哦，给我们说唱导师团和现场的观众解释一下我们的日常培训规则。日常培训的分数，那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叫日常考勤，就是你有没有去上课。那就要迟到了。等会儿，等我一下，我这不算迟到吧？第二件事呢，叫做他们意见很大的小红花，每个老师每节课有五朵小红花，每朵小红花是一分。哎，我也要学分，我也要学分，不给我分？老师，我不认真吗？
早上好啊，三早，哇，太拼了，我就要这节课啦。第三部分，我们在内部做了一个小考考核，小考考赢了的人15分。日常考勤全满加小考赢了，是按照分数线划的。得圈的就是前50%，得差的是后50%。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会有些严苛。当我们看到他们的平常的成绩以后，我们至少能知道谁可能会更加值得 BOSS 团。以他们对这位选手的了解，让他们来决定这位选手到底要不要留下来。日常成绩不会干扰到我们的判断，其实我们还是会针对这一场他们的表现以及他们的发挥。对，哦，4个 yes， 我们现在拿到2个，行。哎呀呀呀，耶耶，久等啊，啊哈。这组应该是传统意义上的 hip hop， 对、啊、对对对，这两个应该没啥问题。对对。我们自己的孩子要出去见人了，希望他们真的可以好好表现，不要让我们丢人呐、啊。也不是，嗨，不好意思啊。阿斯巴你好可爱。自我介绍一下，这里是阿斯巴田 ，Young Boy 是中富又美丽的 Young Boy， 正走在成为传奇的路上。啊哈。哟，这是 Soda。然后是一个神奇宝贝大师，带上我的皮卡丘、杰尼龟、小火龙和妙蛙种子，让你的震撼不止如此，还会让你竖起拇指。耶、yeah. ！我们看看你怎么让我们竖起拇指，好吗？好的，好的，好的。耶、yeah.。Damn，Monster。My class， 我的是个名，你们相互不同的个体。Rapper 特要彻底，背后的我的眼睛迫不得已。Beat the drum， 我是 beat the drum， 比如当不当 drum， 朋友当不当 drum。看不到其他人背后的笑，背后的阴霾你并不知道。Come on， 我这个 city boy， 因为没骄傲是 baby boy， 慢慢的学会了很低调。四处的漂泊是悲哀，不要 hate， 我讲的对，你背叛的想法想的对，之后当你淌个泪，为了说装个醉。听着差不多的 rap， 不与我对抗，只有一个小口诛。他们那是。不过听了张满的手，还别说我用叫口出。昂不得转，昂不得转，防不得板，防不得板，防不得板，你们装不起蛋，怎么防这个防那个，我看不惯呀呀。Rap 带的让我听你圈子，他们一个比一个会口碑。Rap 开始戴头盔，背着背着一直吹到尾背口碑。哦，我如钻石般的耀眼，没人能再夺我的笑脸。啊，他一般的 flow， 我的不去碰，把我所有点。我。special灰色的世界里闪烁的，因为空开始的麦一个个上 There's nobody calling my phone， 灵魂和血肉已不再滚烫，就让我上去唱醒妈妈的 I'll be the one blah， 阻挡和慢慢没任何办法把我给拦下，战役还没战罢，那 I need the one shot， 击穿他表面的丑态，切断那虚伪的纽带，该用的装进我口袋，没有人能够割我的韭菜。麦克风做我的武器，那生长在土里下的文化做我的盾，更需要这一代努力，想不再靠主笔法才能有说过的根。还没有万事大吉，爱我肩上担子架的，看着哈，搜我的 ass body， 化身为工业机，时代的战士。Special， yo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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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wake up。哎，我的妈呀，有点累，摔疼了，可是。
啊，喜欢吗？喜欢这组是吧？喜欢，喜欢哪个？两个都喜欢。两个都喜欢。这可以，这可以，这可以。该不会他们不喜欢吧？我觉得他们应该挺严格的。盖跟我说，哎，那个选手怎么样？像节目怎么样？我就大概跟他讲一下。我也有就是偷偷跟他讲，希望他下手不要太狠这样子。我觉得你们的舞台蛮完整的，让大家躁动起来了。但是我觉得你的造型有一点问题，有点像丐帮的。我对，虽然很亮。傻哥，我这个我其实我都没好意思说，但你这么说我就说吧。导演说我穿的这风格有点像你。然后还说也有点像黄旭哥那味儿。哎，但说实话，哎，我从来没有这么穿过。啊，造型师待会联系一下。不是，别的老师没啥话说吗？自己 Q 流程。两位的押韵我认为是挺有态度的，挺考究的，就是有一种自己在跟自己较劲的感觉。我觉得说唱歌手一定要有这个感觉，你才能不停地往前走。谢谢。我是觉得你们的舞台的表现挺好的，但是我不太明白你们中间跳的那个舞。哎呀，这个舞其实我在后边我都想给他踢倒了。我们练的时候完全不是这么跳的，完全他那时候跳的可好。对，那时候跳的可好了。其实今天这有点拉，对，拉胯了，属实大拉胯，大无语。你们两个嘴好碎呀、啊。你俩特别适合去另外一档节目。奇葩说是吗？那我选角导演前两天跟我说，你怎么不去参加奇葩说呀？其实真送吧，其实也送不过去。他就是想用这个方式说我嘴碎。太碎了。希望如果有下一轮的话，嘴可以不用那么碎。对，是说唱的时候还是就这个时候？就是都别碎点。你赢了，好。别，好了，回到这个正题上来。商议一下。这两个肯定都不。对。OK， 好，说让导师团已经好了。阿斯巴田。呀、yeah。综合所有说唱导师的意见，我们一致决定。你的本次公演考核成绩为不合格。啊，挺惊讶的，不该是差，直接把我惊到了。小八不合格。阿斯巴田，你上来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好。对，有一点小紧张，小失误。那就 OK 了。阿斯巴田，综合你平时的成绩的话是待定，有我们的 boss 团商量，然后给我们一个结论。其实我完全没想到说唱导师团上来就这么的严格，但是还好他得到的是待定，所以选择权又回到了我们 boss 团这边。这两个人如果相提并论的话，我会觉得有一个会好一点。了解，还是高标准严要求吧，是吧？如果他们俩对比，可能比如说确实是说得好，对哪个老师可能更喜欢旁边的说大一点。他们这么有经验的说唱歌手，你任何一些瑕疵啊，或者是失误，或者是不专业的地方，他们都看在眼里的。对，所以就是真的很难逃得出他们的那个法眼。如果那个选手是我特别喜欢或是特别欣赏的，我肯定希望他就是留下来啊，就是再看看嘛。我是一定给过的。对，我也觉得 OK。我也一定给过。反正目前这边有两票，我也有，我也是，加上我三票，所以没问题。楠楠，你宣布。楠楠，来，走一个来，都 OK 的。经过我们 BOSS 团一致的投票，阿斯巴田最终的结果是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舞台。收到。哎，老师，
综合所有说唱导师的意见，我们一致决定。我觉得他没有太大的问题。你本次公演考核成绩为不合格。哦，很难受啊，这个。啊？搞效果？我觉得我找不到他的评判标准，你懂我意思吧？我的天哪！意料之外。哇哇！直接就打叉。我还是觉得很吃惊，他们很好啊，非常的完整，技巧是非常厉害的，也让我听着觉得哦很炸。我们充分的100%的尊重说唱导师团的意见，因为各位来就是要代表你们的看法。但我能问问为什么吗？对，为什么？我们其实有激烈的互相说服对方。我选的是两个都给过的，这是我的答案。你觉得这两个到你的点了吗？现在那种一抓一打吧。对呀、啊，100个 rapper 我可以抓90个像你们这样说的快说的好的。只有那个外壳，没有内核。他们看说唱那个东西看得太具象化了，爱去钻韵脚，钻 flow。我觉得你把它抽象化一点，不会想看那种我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10000个人的影子的那种人。我是觉得我们给阿斯光点过，这个一定要给阿过，因为他其实他差别不够够够够，我们这没有这个必须过，这个必须过，这个必须过，不要害怕，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也害怕，狗哥害怕了，你狗哥害怕了，狗哥怕了，不要怕，对，我很。好的，这种83的商议之后收的，你可以继续往下走。谢谢谢谢谢谢。因为我是第一次作为导师来录制这个节目嘛，我们的评判标准就是这一轮他的表演。我们叫少年说唱企划，又是少年，你应该 fresh。如果拉长线来看的话，他们是非常有潜力也有能力的 rapper。我们看的是长线嘛。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单一的作品，确实是有失误，但是有没有实力，我相信他们会觉得其实还是有实力的。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有观众看我演出的舞台，第一次，我没演过 live house 也没演过音乐节，谢谢你们，我特别感动。加油加油，谢谢各位老师，拜拜谢谢，拜拜拜拜拜拜，下一轮我们肯定还会进步的。我抓嘛了，为啥这么抓嘛？为啥这么抓？给我吓死了！我给我吓死了！我在上面，我的人都要没了。不是，我们两个唱的难，没毛病吗？没毛病啊。优酸乳乳器，拉环扫码，再来一罐。100个 rapper 我可以抓90个像你们这样说的快说的好的。他们喜欢反反。大家好，我叫反反。大家好，我叫 Riden 李卓良。我们今天带来了一首歌曲叫做困，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然后听的时候大家可以犯困也快了。我有个问题啊，刚刚说你们是最后被迫选择到一起，如果说现在有一个重新给你选的机会，你们还会选择对方吗？剩下最后的两个人就是 Riden 跟凡凡。太碰撞了，反差也太大了，我都想象不出来他俩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们的歌做得怎么样了？其实唱给你听，我只录了 hook。 可以啊。嗯哼，你要写的内容就是不要脱离了整个的那个，是表达想念为主，你知道吗？我发现可也是可以，我觉得也 OK。 哎、啊、真的就是他真的他真的没有，就是他没有主见，因为我很听话。你们想好你们要做一首什么样的歌吗？想好了。哇、wow。
觉得跟凡凡在一块永远都是很快就可以决定下来。唉，甚至对我都不用操心，对吧？你OK 吗？唉，这一次我是想要做一点跟之前也不一样截然不同的歌。我觉得我完全是我自己，也许有技巧更强的，也许有鲜明个人风格，但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就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我。我觉得我在这里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是独一无二的。准备好了吗？ OK。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表演。睡着了，现在你有没有做梦？梦里面会不会有我？反正走了一圈，我还醒着，清醒着想熟睡的你，你在做什么梦？身体全在 girl taste you like my first time、oh, 整片树让我醉，像是点燃电话你头，为什么不会碰到，做你是王我也不笑、oh, 秒针反走那慢，所以为什么不会碰到、oh, 昨晚我去许愿我去独白，距离像是屏障彼此扯开，还残留的关系跳 telephone， 不管有多爱你也都没有用，像是留声带没有用处，真流浪一刻没法休息，梦期许愿自我的着迷，我很爱你 but I'm sorry我的总裁不断徘徊，可是没有后来，我想让有人走开，让我独白不再编排、墙皮鞋掉是天狗，一杯阿菊没有观众，麻木神经麻木感受，退养让无人伴奏，黄色的街平躺在斑马线，美丽幻灭我没感觉，金水那么手机花了我几万镜头，我和你在各自的这过着各自的生活，他已盼过这被冲散了，我们俩刚刚荒唐到了街头相遇，走进了抱紧了蜷缩着 In my dream, in my dream We were stranded in the rainI said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完了，我觉得凡凡悬了。我很喜欢他，但是一句 rap 没有唱。哦，谢谢两位的表演。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这算是 hip hop 吗？我想你们问你们自己，特别要我要说的是凡凡，就是你的声音非常的棒，就是一到你唱的时候，我跟 T 仔两个人都是这种状态。那我要讨论的一个点是，这是 hip hop 吗？就从小到大，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接受到了太多音乐风格的影响。然后我之所以会来到这个节目，首先我受到了 hip hop 很大的影响。我以为我那个有几句算旋律说唱呢。你那个不是旋律说唱，真的挺像一首流行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优秀的音乐人，对，我没有觉得你是一个 rapper。我很喜欢凡凡，我觉得有可能他的东西不一定 hip hop， 但是呢，大家要承认他是一个有天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才华吧。我是怕说唱导师看到他一句 rap 都没有唱，然后会可能会对他比较苛刻，对他来说有点危险。对，你们觉得最不 hip hop 的凡凡，其实是最 hip hop 的我给他直通链子的。所以其实你们刚才的那个疑惑，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完全在我身上体现。就是我真的他的才华，他写词的那些细腻度，他对音乐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是完全说服我、打动我。就我已经根本不管他什么 hip hop 说不说唱，就是我们也想要看他说，究竟你跟我们 hip hop 说唱可不可以在你的音乐的理解之内，给我们一些更多不一样的惊喜或想象空间。我下次一定会说唱的。其次，我非常想要，就是让我的音乐风格在这里面也有我自己能够发光的地方。OK， 我懂你意思。那我其实我想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凡凡是一个非常好的音乐人，不限于 hip hop 这一面。对，我很喜欢凡凡。那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不，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我相信你音乐做得很棒，你尝试说唱也不会差。嗯，好好好，谢谢两位刚刚的表演，我觉得挺享受的。 Beat 是凡凡做的对吧？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说，它就是音乐，我觉得不能叫做 Beat。 哦，我认为一个 Hip Hop 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传达，是态度，是这个东西。我会希望这种有一定竞技属性的舞台上可以不要那么慵懒。好好。 Reden， 我觉得你的押韵现在有一点散，可以再讲究一些。虽然这首歌是慵懒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就是意散形不散和形散意不散的就是这个区别，我希望你可以 get 到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好好，我了解了，谢谢。 Reden，你的人生都没有你的 backup 大，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舞台经验的问题。刚刚你的表演也是在镜头里面看，如果你够投入的话我觉得还 OK， 但是站在我这个角度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尴尬。他确实也 练肢体，他得练肢体。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聊两句。我觉得这个孩子这首歌其实挺洋气的，是好的。浩哥觉得呢？你像我们跟导师团们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是第一次的感受。他们第一次看，我们是第三次看了，这个就是会有个断层，你知道吧？这边有结果了。Reden， 综合所有说唱导师的意见，我们一致决定。以本次公演考核的成绩为不合格，不合格。哦，直接走了，救不了，救不了。哎呀，没关系，没关系，你们没事了，没事了。
没关系，就是我自己就来的这个节目，就我其实也看到我和其他很多很多哥哥姐姐他们的差距，然后就其实我一开始我来的时候我也告诉了节目，我说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找差距的，所以说我觉得比我更厉害的人留在这个台上是应该有的选择，然后毕竟我才18岁嘛，我们能见到的时候还有很多，所以真的不用太难过。加油加油帅哥说唱，加油加油。男孩不许哭，名字是 Riden 李周阳，很高兴遇见你。我很听话，我就是尽我自己做到我最好的。他可能是觉得自己这场演出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给他不合格？这个很遗憾。我觉得我们在这首歌里面唱的都很不错，但是我也需要更多的提升自己，真的是自己不够好才会被淘汰的。我下一次要是再出现，我一定要以一个最好的姿态去展现给大家。反反，综合所有说唱导师的意见，我们所有的老师共同商议，一致决定你本次公演的考核成绩为合格。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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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虽然他没有太过多的说唱的元素，但是他的编曲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这个是让我觉得我会希望能看到他说唱的一个期待。我觉得反反的音乐特别的亮，让我觉得特别的新，他是一个我愿意跟他一起做歌的人。反反，我讲两句哈，因为各位第一次看他的舞台嘛，对，其实我们是第3次看反反的舞台，其实我们是更期待你可以跟之前有一些很不一样的。说实话，你现在身上这个音乐人的闪光点很大，大到我们所有人都想留下你，但是你一定要给我们输出不同的东西。下一次希望你可以再给我们一点惊喜哈。嗯，好好好。你一定要帮我们打破这个规则。好，我已经开始尝试，就耶耶耶，没想到那种东西。可以，低头了。反反要开始做说唱了。我觉得反反他的音乐真的就是艺术，如果之后他再加一点 hip hop 的话，我觉得他会变得更强，就那种。期待你做出你自己风格的说唱，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各位，谢谢。加油，继续做一个酷女孩。我觉得今年我不太客观，有了一种老父亲一样的心态，怕他们受伤害。以前的新说唱可能会比较直接，但这一次很多都是真的是年轻的小朋友，都20出头的，可能也是要多给他们一些鼓励，等于是刚出社会嘛。可能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评判标准吧，我觉得我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独特性，有没有不可替代的潜力，属于想搭顺风车，还是说你是真正的一个想成为一个 rap star 的，有态度肯吃苦的一位选手。就是我觉得 BOSS 团的老师就做好你们自己的吧，我们会做好我们自己的，互不干涉是最好的。对，我们会给你们建议，但你们采不采纳是你们的事儿，这帮孩子最终是签约给你们的，我们会给出我们最肯定的建议。始终在黑夜里挣扎的那个情，不断被向我冲刷的那个情，终于从一种挣脱。这首歌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 hip hop 的点，这算是说唱吗？你走得太过慌，他随便什么都要我给他，最后我只能够来不断胡说。从来从没把你当可以，有时候被你气得想把你的体。怎么说呢？越到后面我会听得有点累，我会听得稍微有一点乏。
唱歌词写情书，撞了擦玻璃，强调霹雳舞，俄罗斯方块打地鼠，天气热不睡床，我想打。你们选的伴奏都是嘣嘣嘣，不是放歌就是 disco， 就是纯正的 hiphop 太少了。你们本次公演考核为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不合格。哇，他们好严厉，掌握生杀大权的人。太紧张了，磕头就算了。你对学员遭受说唱导师质疑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肯定还是有一部分原因是说唱导师团队的，就会给他们压力，就是难免会有失误。我觉得说唱导师团还是挺严格的，但是我觉得学员尝试一些新的节奏或曲风，其实也可能带给说唱一些更多的刺激跟新鲜感，我觉得还是值得鼓励。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吧，对，起码我觉得他们表演了他们想要表演的东西。你觉得学员中谁能征服说唱导师团？我印象都挺深刻的，他们的表演很稳，还是很喜欢。我觉得他们身上有那股劲儿吧。